小玉，你错了。我们去玩儿吧。儿童乐园？好吧，不过你先让我休息一会儿，龙叔太困了。成龙，老爹，给我带什么来了？是洋符咒。好极了，我们可以开始做研究了。可是我都快累死了。对不起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听到什么了？到时候我们就有金鸡王的失落宝藏作为奖赏了。听你在这里啰里啰嗦的，还算值得。太好了，圣主，终于拿到第一个了。我自由了，羊可以让我灵魂出窍，这是个很好的开始，但是我还得得到其他符咒才行。小玉和他值得信赖的伙伴成龙。不好意思，小孩应该在这边。可是我是龙小组的第五名成员，名单还是我写的。小玉看，彩色蜡笔。别在这儿捣乱，塔克。玉石呢？被偷了。珍贵的玉石。那么如果不是他，那会是谁？我想博物馆的监控录像会告诉我们答案的。小蛇以前是飞贼，那是以前，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如果那帮怪蛋认出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话，我们就要享受快乐时光了。我们是不是要开一个关于克隆的高级机密会议？小玉，会议只限团队成员参加。好，等你了。哎，猜猜有我的克隆人吗？当然有了，这可是唯一夺取龙小组的核心办法。恶魔小龙吃掉了八个魔器，你有没有一个魔咒就能将他的魔器解除掉？我为什么要帮你？为了复仇。妖魔鬼怪快离开，妖魔鬼怪快离开，妖魔鬼怪快离开。糟了，快救我！这是你背叛应得的下场。我向你道歉，父亲，求求你了。喂，龙叔，等一等，我们看他们谁打得过谁。这是我的王国，记住你的位置。知道了，父亲，我知道了。妖魔鬼怪快离开，妖魔鬼怪快离开，妖魔鬼怪快离开。我的肚子咕咕叫。我讨厌吃鱼，也讨厌吃豆腐。米饭炒肉好吃啊。不，小玉不让我吃大米的。也许吃一小口没关系。哎，小玉。好漂亮。我会保证的。布拉克警长，我是叫你小心，没让你往上看。我来摘掉这个面具，它是我的。猜猜我是谁？布莱克警长加入了这场游戏。